日，有韩国第一腿金之称的前 Wonder Girls 成员宣美亮相音乐盛典 WATVRBOMB 2018活动，御舞大贴身热舞，大秀好身材，韩国演艺界可以说是百花齐放，争奇斗艳了。几乎每一个明星都有精致的脸蛋，火辣的身材，其中 Wonder Girls 前成员宣美的美貌及身材讨论度更是长期占据 SNS 热议话题榜首，特别是她那远近闻名的大长腿更是人们热议的话题之一。宣美身高只有166厘米，但是即使没有了高跟鞋修饰腿部线条，依旧拥有一双十分完美的白花大长腿，腿长竟然有110厘米，足足占了身体2/3，真的让女生们十分羡慕嫉妒了。更有网友戏称管住嘴迈开腿，明天就是李宣美。除了宣美，还有与宣美同为 Wonder Girls 前队友的炫朗，也是人们热议的拥有火辣身材的明星之一。之前炫朗一段单手脱衣的视频在网络疯狂流传，然而出人意料的是，比起直男粉，这段热舞更是吸引了一大波女粉，知乎 24K 春娘们被分分钟掰弯成回形针。